大家好，我是 K， 去隔壁三重眷村走走的 K。 这个坐落淡水河旁的空军眷村名三重一村， K 真是大大的赞赏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完整度很高啊。文青风格与现代设计仅淡淡刷上，并未掩盖旧风貌的岁月意义，而进驻的店家既有特色又有质感，造就浓厚主题，让情怀饱满，就是走走不会累，情绪有张力，然后功能完整的地方，好像适合三不五时来吃吃喝喝散散步，觉得步数不够还可以去旁边河堤继续走。然后如果吃不过瘾，三重宝地难道会让我们饿着？虽然走了一段路又排了一长队，但 K 绝对要拜访的就是金大卤肉饭啦，先吃先吃， K 的第一站就是去金大吃好好吃的卤肉饭。